当你妈开始追星，拍《捉妖》的时候，正好跟梁朝伟一起。对，我觉得很懂事的时候，我说那个声音就是我妈。然后我第一次就是听到我妈是用那种很教育的声音，还说普通话呀。师兄你好，那个我很喜欢你的作品，我会支持你的。回到休息室，我妈说：“哎呀妈呀，那个见到明星挺紧张的，嘴唇都紫了。”妈妈非常的喜欢小明哥嘛，对，所以才让我来跟他求一张小明哥的签名给带回去，不然不让我进家门。您要签名照吗？您要懂吗？你为什么不要我的签名啊？要你的干嘛？你们俩的认识是源于你妈吗？还真的是，她曾经是我妈妈的偶像，现在是我妈的干儿子。